动的是他最近波特曼崔尼斯利用的是这个主力投手的表现没有能够跟拿出跟去年相同的水平，在对一些所谓慢热型的选手，他需要再长一点时间啊。投手目前球速一好一坏，这一球再投，一脚后外成为插到的界外球，这一球再投，偏离了一个死球，带我吃到了苦头啊！对，本来看起来这个其实是一直用速球为这个配比，对，真的整个球轨迹的前半段，今天排出来的先发一垒手。雷德斯目前挥出了六支的全垒打，有十六分的打点，算是重炮威力十足啊！又打成了。